近日，甘肃酒泉阿克塞县安南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期间，用无人机航拍到成群岩羊活动的画面。当发现无人机后，他们便向山谷内跑去。岩羊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，常年生活在海拔2000米到5000米的高山裸岩、草甸山谷之中，具有极高的攀岩技术。